好，我们看这一题。这一题他说A 跟 B 的内积是10啊，那 A 是这个，B 是这个，他问 SY 它的关系是为何？好，那我就给他取内积嘛。好，取内积的话，A dot B 等于多少？这个乘以这个2x 加这个乘以这个 y，这个等于多少？等于10啊。所以呢，就是这个关系式。所以答案应该要选 A。